公的好死，什么是好死？帮助这个世界安定和谐，让一切大众从早到晚都能够生欢喜心，这是公的。帮助众生离开苦难，所以劝别人念佛，求人净土，他正往生了，你做的功德很大。他之所以能往生，你帮助他，将来我往生，我所帮助的那些人，临终的时候都会来帮助，报恩。做好事，做功德，无过于你在家里教小孩，小孩教好，功德大，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佛菩萨，对得起阿弥陀佛。学生学好了，不会有坏的念头，不会有不正当的想法，那个功德都是你帮助别人，你帮助他脱离六道，这是功德。在离开这个世界时，这些善因善善行都起作用，帮助我们往生，帮助我们离开这些假象，极乐世界是真有，实实在在真有的东西，我们要恢复，假有的东西统统离开，不再要。许多人生病，病都是业障，业障消了病就好，念佛消业障最好的方法。第一等的好事就是弘扬儒释道的经教，功德很大，什么奇奇怪怪的病都会好。人无论是青年中年，得的一些怪病癌症，都是业障招来的。你能够把业障妄想杂念害人的事情真正觉得不足，业障微笑掉。如果多做好事，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相信念佛求生净土，第一大功德，大功德有大果报，不要求，自然来，求也求不到，求的是妄想，到时候他就来了。庄严佛净土。
报上同生极乐。